Hello， 我是高原爱尔法幼儿园的 Teacher 慧。同学们，你们在家还好吗？今天呢，我们的课要继续来上我们的感叹号。感叹号，上一堂课我们说了感叹号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上一堂课说了感叹号是什么呢？感叹号就是用在于我们表示我们的情绪非常的激动，非常强烈的感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用感叹号。比如说，哇，这本书好漂亮啊，我们就要发感叹号。还记得我们说的感叹号我们应该放在哪一个格子吗？还记得吗？我们应该放在第一和第二格，非常好。我们应该放在第一和第二格，应该放在第一和第二格。第三格和第四格我们不可以把符号放在这两个格子里面，非常棒。我们只可以放在第一和第二个格子里。复习完了我们的感叹号，现在老师要你们拿开你们的作业四，拿开你们的华语作业四，我们一起来翻开第43页。